大家好，今麦要为各位介绍猪头皮 NFT 第三波，人生半百还在玩，人生半百还搁咧佚佗，规大包大全集50克，卖50美金，限量50颗，注意听哦吼，迄就是啊，2016啦吼。这个猪头皮吼，适逢50大寿，自己大寿自己祝吼。啊，所以迄阵呢，咱就2016吼出版一个叫做《人生半百古来稀》双 CD 吼，人生半百，啊，搁底下咧嘻嘻哈哈就对啦。啊，刷咧吼，咱吼2017就出一个《人生半百才开始》。诶，这个黑胶啦吼，不是讲黑胶尔哦，咱把黑胶做成荧光绿胶吼。其实啦，2016年啊，迄阵咱就出一个迷你 CD 吼，叫做《考秋琴之歌》吼。啊，迄阵佫出一个单曲黑胶《挪威的木头》吼。啊，佫有啊，即个甚物人生半百古来稀才开始，还袂出来之前呢，咱都有甲文化部申请一点仔补助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特别高兴呢，迄阵吼，即个补助案咱就做一个 demo 的 CD 啦吼，啊，做猪头皮乐团吼，半百人生吼，这是江湖上从来毋捌出现过吼。安尼以上拢总加加47条歌，安尼有爽无？毋是安尼尔定吼。迄、那个阿祖吼，佮加上即个阿祖，伫1995啊，咱为着要准备即个新的专辑吧，咱就先办一个猪头皮半成品吼、哦、演唱会，半成品吼、哦，但是根本歌都写一半，拢爱要做吼，得甲办演唱会就对啊。所以咱是放吼，有甲录起来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咱遮一切的源头就对啊。所以咱就加2条歌吼，放伫咱即个即个 NFT 内底，佮加上即个阿祖2016。2月16日吼，猪头皮50大寿庆生大会吼，天公生啊，猪头啊生啊，大家拢来生吼。迄内底呢，即个演唱会的精华吼，咱就甲加一块吼，放入即个 NFT 内底。安尼拢总加加吼，拢总到50克吼，卖50美金吼，限量50粒，安尼有爽无？啊，咱即届啊，所有即个黑胶啦、CD 啦、卡带、音乐设计拢加入来吼。连碳足迹嘛加入来吼，迄歌有歌的 demo， 啊设计嘛有设计 demo 呢吼，啊作者这个吼做到一半尾啊无采用的设计嘛拢作赞吼，咱就做伙拢甲大家看报告就对啦吼。啊黑胶 CD 啊专辑单曲的话吼有同款的歌，但是呢伫无同款的材质吼会做无同款的 mix 吼，你同一条歌伫黑胶伫 CD。伫卡带听起来是阮经过无同款的混音啊，音频频率大细声拢有调整过吼，甚至要互串流的嘛拢阁另外调过吼、哦，所以敬请各位即个猪头皮专家吼，细细体会就对啦吼。啊，咱高阶吼文化部迄块吼含完成品吼嘛拢足济拢无同吼，规拢总变起来就对啦吼。所以吼，请大家吼多多支持吼，甲大家介绍，感谢啦，谢谢啦。沈蒙安之西吼，当前没合适哦，阿格拉西亚啊 ，Thank you，